披瓜，我是猪，我是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试吃，试吃就是我朋友之前去韩国，然后他要买一些零食，他买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款，总共八款。我们今天就试吃这八款，看看吃起来味道怎么样，因为我也没去过。七款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七种不一样的啦。对，七种不一样的，这么多款，你想先吃哪一款？先吃海带好了，海菜、海苔，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吧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海苔感觉都差不多，海苔不都一样吗？哎呦，好油哦，啊、这超油的哎、欸，上面没有盐巴哎、欸，没有盐巴，可是海苔味很重，蛮香的，嗯，有啦，还是有，好像还是有盐啊。它上面没有颗粒，就是没有那种海盐的颗粒或是盐巴的颗粒。然后它吃起来，我觉得蛮还不错。我很喜欢吃这种海苔。你挑。我觉得我们第一个选海苔错了，因为我们牙龈都会卡一个海苔。好，那下一个你要挑哪一个？我还想吃那个哎、欸。你还想吃这个？没有，等一下，这个、等一下拍完再吃。这个好了。好。这嘛是不是白巧克力？闻起来怎么样？看起来不错哦，是长这样，薄薄一片的，感觉应该是里面夹白巧克力啦。我看很，我看跟你一样的啊。嗯，怎么样？很像喜饼的饼干，对不对？哎，它巧克力不是很甜的那种，它就是薄薄一层的。下一个换你挑啊，下一个换我挑。好，我挑，那我挑这个好了。看不懂韩文啊，不然应该他其实应该都会写，写两个大的字。没关系，就试试看嘛。巧克力啊，就是巧克力豆啦，巧克力，闻起来很香哎、欸，很香哎、欸，巧克力味很香哎、欸，它是黑巧克力的那种味道，它都是巧克力豆的感觉。嗯，它不是脆的，软的，嗯，它是软的。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吃的，而且不甜。嗯，微苦微苦，感觉是那种78度的巧克力。没那么没那么，这还是有甜。好吃，好吃，这个好吃。目前你最喜欢这个吗？目前吃我都喜欢，我都喜欢。下一个我想吃这个，这看起来有点像米兰诺。它没有一层一层的，可是它的外包装感觉让我，我觉得它是硬的，因为米兰诺有点松软。对对对，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很像是奶酥的味道，米兰诺的味道啊。对啊，啊碎掉了。它其实有一点像蜜兰诺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蜜兰诺是这样子，它是比较扎实，像饼干啊。对，它是像饼干，而且不甜哦，这个不是甜的。哇、啊，它长得有点像面包啦，长得有点像吐司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换你再挑一个，这个好，这个吗？嗯，好，里面摸起来是两片，两片东西，两片东西，嗯，嗯，感觉是两片。啊、哦，很像煎饼、松饼的感觉哦，是三片，很像煎饼啊。这有味道吗？这应该也是有吧，搞不好它很好吃。哎、欸，闻起来蛮香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也是像刚刚那个奶酥的味道。嗯，这很脆，比较甜的煎饼，然后没有那么硬。这味道我好像吃过，这不知道什么。因为它比较薄，我以为这个在台湾某一个饼干好像有过，有点像。这小林煎饼吗？可是小林煎饼没有那么甜啊，但我觉得口感有点像。嗯。吃起来是煎饼的感觉，它其实这些的味道我都觉得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惊艳，就感觉好像都吃过，跟台湾口味差不多的感觉。嗯，剩下一片给你吃，你不想吃啊、哦？嗯，那得我想吃海苔，等一下再吃，等一下再吃。接下来是倒数第二个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口味的，抹茶吗？看起来像喜饼，这抹茶味超重的，看起来像喜饼。这超像喜饼的，真的是韩国的吗？抹茶，然后又写日文，感觉就是日本的啊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对啊，这感觉很日本。抹茶味很香哎、欸，嗯，抹茶味香，嗯，还不错，嗯，好。那最后一个呢？最后一个，因为是泡面，我们要去煮。好、啊，看起来是 cheese 口味的，它是有画一个 cheese。2018年奥运怎样？肯定的吧？指定泡面。那我先拆开来看一下里面面嘛，一个大包的黄面，干。干蔬菜，对，干的蔬菜，它这个感觉很像 cheese 酱哎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。然后一包粉，对，它上面有写 cheese， 还有这一包粉。那我现在去煮一下泡面。
看，你吃吃看。好，闻起来超香的，整个都是 cheese 味。哎、欸，你看里面有一个这个通心面，老高的通心面，有一个通心面的。怎么样？只有一个吗？它只有一个通心面吗？我刚刚只有看到一个啊。好笑、哦。哎、欸，闻起来是很像白酱的味道。哦，对对对，白酱的味道，白酱奶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嗯，没什么味道啊。没什么味道。嗯。是水加太多吗？可是感觉也还好啊，不会难吃啊，但没什么味道，是因为台湾泡面太重咸，不会没味道啊。它的面是有咸，没有我想象有那个 cheese、哦、那种感觉 ，cheese 锅浓郁的感觉，对啊 ，cheese 锅的那种味道。它的面是有咸的，有啦，有味道，但没有那么浓，应该说没有看起来那么，它不是重口味的泡面。我喝碳汤好了。好好，有点像玉米浓汤，我怎么反而觉得它有点不像 cheese 的感觉？那你觉得整体来说怎么样？不错、啊，整体来说是好吃的嘛？不错、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偏清淡。没有，我觉得常吃会腻，就是如果哦，因为它毕竟是比较有点像白酱的那种味道的话，像白酱，所以吃太多是会有点腻的那一种感觉。偶尔吃一次是可以的，嗯，不能太常吃。嗯，感觉还可以自己加一片 cheese 在上面。哦、oh, ，对，放一个芝士乐这样子、嗯，然后再加一些什么玉米啊、什么料菜之类的。因为其实里面没什么料，那个干蔬菜没多少，很少。可是我觉得好吃哎。对啊，我蛮喜欢这个味道的。今天试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的话都可以分享、留言或订阅，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问我们。也看一个喜欢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